就知道他们会。对不起，我太话太多。你们会唱吧？唱。唉，跟他认识了多久？大概是想不起的那么久。身边的他却从来没有提醒我，但其实已经认识了很久，只是到现在才点到我，这一秒后再也不放开手。他在我左右，什么事都轻轻说，不管有多欠揍，他总是笑笑回应我。哦天哪，我突然好想爱他，好想爱他，怎么会现在才发现呢？我一直瞎忙，但苦苦找的就是他。哦，从现在起我只想爱他，只会爱他，就让他只是我吧。今后在他面前，无论他想干嘛，我一定不废话。除了爱他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爱情。女孩苦苦追求男孩，最后男孩同意了。但其实已经认识了很久，只是到现在才点到我，这一秒后再也不放开手。在我左右，什么事都轻轻说，不管有多欠揍，他总是笑笑回应我。哦天哪，我突然好想爱他，好想爱他，怎么会现在才发现呢？我一直瞎忙，但苦苦找的我只想爱他，只会爱他，就让他只是我吧。今后在他面前，无论他想干嘛，我一定不废话。除了爱他，哦天哪，我突然好想爱他，好想爱他。现在才发现啊，我一直瞎忙，但苦苦找的就是他。哦，从现在起我只想爱他，只会爱他，就让他只是我吧。今后在他面前，无论他想干嘛，我一定不废话。除了爱他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对不起大家，晚了半个小时。我已冲上来了，耶！对不起哦，没有没有没有啦，刚才我在旁边还跟导演在说，我说哇。林道哥应该玩嗨了，然后你经纪团队说：“对哦，他就是这么真性情啊，想跟大家多留在一起。”哎，我开心吗？今天晚上，因为刚才我听到有粉丝在旁边说：“哇，今天晚上值了，超值！”因为感觉好像一年就要等这一次的相聚，对不对？那我替他们多向你请求一下好了，多一点这样机会，找时间跟大家开 party 也好，见面会也好，有可能吗？
要问我老板他们呢？老板已经去处理时间问题了。要问我老板他们。好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在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是幸运的。同样呢，通过我们线上的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。今天应该是甜蜜的一个生日。最后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，在我们的粉丝亲密度榜单当中排在前三位的朋友，他们要礼物。哇，我第一位又回来了。我媳妇儿。排在第二位。公主，我娶你。他们现在写名字都很会写。第三名不是，我刚刚看到是公主，我要你。我后来看清楚，公主我娶你。一个意思，还有还是叶小黎。好，恭喜这三位朋友获得的是我们的超级大礼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稍后来联系你们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炫舞梦工厂。可以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左下角的二维码，就可以下载到炫舞梦工厂的手机客户端，上面有很多你想看的，包括明道在内的很多的内容，包括今天晚上的很多的一些花絮都在里面会呈现。同样感谢我们的腾讯 WiFi 管家为现场提供的免费高速 WiFi， 腾讯 WiFi 管家给你带来安全畅快免费的 WiFi 体验。最重要的是，各位可以来关注 InMusic 的公众号，里面有你喜欢所有 idol 的消息。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了，今天再一次要向明道说生日快乐。谢谢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来见面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健健康康，最重要的是四月份要去看他演的哪一部电影？绑架者。帅不帅？在里面演的是警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四月份我们电影院再见咯。电影院再见。 OK， 再次谢谢明道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下次再见咯。预告一下，我们的3月11号第三场，我们的鲜肉季，徐浩和我们的彭浩畅会跟大家在我们的鲜肉季见面。再次谢谢明道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各位回家注意安全哦。要给我来。